小柳儿，你没事吧？头晕，这……走走走，我扶您到这儿坐。哎，这别动，我不好动，天旋地转。你们别挤在这儿，留点空气呀，让空气流通。哎，太透气。柳儿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哪儿不舒服？这里，哎呀，哪儿都不舒服。别是得了什么急症吧？仗着。 前面就涉及医院，来搭把手，把小柳送过去。来，走。阿姨，坚持一下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你们把小柳的包拿着啊。哎，好的。哎，阿姨帮我拿下外套哈。哎哎哎，坚持，坚持一下。哎呀，嗯，大夫，您别摇头啊，您摇头我害怕。要不要赶紧转大医院啊？ 哪儿都不用转，他就是中暑了。中暑了？可不，这么热的天儿，又穿那么多衣服，他不中暑谁中暑啊？是不是？小伙子，你那儿子吧，还不赶紧呢，伺候你妈把那袄脱了，齁热的。来来来，来，阿姨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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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为情难为情，我自己脱。哎，不用脱，脱什么呀？进口的，透气还防紫外线呢，是吧，小柳？总比有的人一点也不讲究的好呀。 大夫，我真的只是中暑啊，有没有其他的毛病？应该没有。您啊，这是典型的中暑症状，像乏力、多汗，这个头痛头晕，体温有点升高，是不是？为了保险起见，先输个液，观察观察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舒眠液就可以回家。啊，那我给您开单子了啊。好。那，要么你们先回去啊。 没事，我在这儿呢。好了，衣服有事叫我。哎，谢谢您。小张，这里有护士，我们也吊上水了，你先去忙你的吧。没事，阿姨，我陪着您。我今天夜班。哦，好呀，好呀。 刘阿姨，要不要给友恩打个电话呀？不，不要，不要打，又不是什么大事了。
主要是今天他回来，他找不着您，该着急了。我发个微信跟他说一声。别！他刚分完长途回来，很累的，回到家嘛，肯定直接就睡觉了。我这个水调好，我自己就回去了。哎，你来把它调快一点，调到最快。这不行，调快了对身体不好。调你调就调呀，他要回来啦。 电话，谁呀？刚度女人，要死了，是永恩。那给您，你接。这不好吧？还是您接？你接。您接吧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头好晕，头好晕。喂，妈，我没带钥匙，你人呢？ 王振武那人都散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哎呦！喂，什么？说话呀，你在哪儿呢？那什么，是我，尤恩。怎么是你啊？我妈呢？我妈，不是你妈，在医院呢。 没事，中暑了。这都几月了，怎么还中暑了？你说，那个穿多了。妈，这什么情况？啊，这是你穿的衣服吗？随便穿穿的呀，穿个舒服，舒服吗？ 这玩意儿都什么人穿的，你知道吗？花里胡哨的，你说你60多岁的人了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？病都不轻。我是病了呀，不然怎么会在医院里头？<笑>你好好检查了没有？除了中暑以外，有没有其他的事儿？啊？心电图做了吗？血压量了没？那个。 我这个查查了，大夫，你早饭吃过吧？我还吃早饭？我有心情吃早饭吗？ 我跟你说了，妈妈没事，就是中暑了，吊好水就好了呀。医院门口有个早点摊，要么你们两个去吃早饭。小张，你陪着去。我不去，我等医生来，我要好好问问他。哎呦，没有什么好问的，本身没什么事情，你一来嘛，哇啦哇啦的，弄得我人都不好了，血压也高了。 你去吃啊，吃好吗？我的水也吊好了。我不去，我在陪着你。你不要陪我呀！你在这里我紧张啊，声音没有大，人家以为是医闹来了。哎，你去吃早饭嘛，去吃吧，吃吧。求求你了，妈妈求求你，好吧？行行行，我去吃早饭去。 你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啊，别瞎折腾。我都输液了，我再怎么折腾啊？去呀！快去呀！给我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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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吃啥？我去买。 豆浆、油条，好嘞，我吃豆腐脑。谁问你？老板，哎，两根油条，一个豆浆，一个豆腐脑。跳广场舞的时候中暑了是吧？啊，是。
我就知道，明天开始再也不准去跳什么广场舞。为啥呀？为啥？这么大年纪了，老是在家待着不好吗？组团出去瞎嘚瑟什么呀？哎，你别这么说他们。我应该怎么说呀？平常干点什么都累得发慌，一跳着广场舞可有精神头了。精神头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多少人嫌他们扰民啊，自己不知道吗？那可是你妈。我妈怎么了？要想锻炼，上哪儿不能练啊？我们小区好多专业健身器材呢，非得跳这舞。自从跳这舞开始，以前那股爱出风头的劲儿就上来了。回来不是谁谁谁跳的不到位，就是谁谁谁跟他作对了，天天跟人隔壁小区大妈较劲。怎么样，嫁进医院了吧？你光看见他们跳广场舞了，你知道平时他们是咋过的吗？老年生活吗？谁还没有老的时候啊？又不是什么特异功能，有什么不能想象的？你这么说他们不公平。你上班有同事，下了班有朋友，再无聊也能刷刷朋友圈，上上微博，总能找到有人跟你说话。他们呢？退了休去哪找同事啊？想见个以前的朋友，有的住海淀，有的住东城，你觉得不远，对他们来说太不容易了。出去坐地铁，老是找不着换乘口；坐公共汽车，也总是倒错车；出个门得做半天心理建设呢。想让儿女陪着去吧，你们有时间吗？更别说柳阿姨这种外地人了，咱们年轻，想去哪抬脚就走了，他们想出去走走转转，那都是跋山涉水。当老人的不容易，当年轻人享福呢。我昨天飞了18个小时，光饮料就给乘客端了200多杯，下了飞机我还得来医院看我妈，来的路上我腿吓得都哆嗦。当老人呢，就不能少给儿女添点麻烦吗？那你能不能理解理解他们呢？他们去跳舞，那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。昨天晚上吃啥了？菜价是高了还是低了？那降血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？这些事儿只有他们才有共同语言，跟别人说，别人能听进去吗？你能听进去吗？你总是飞国外，那每天柳阿姨跳完舞，一个人在家一待就一整天。前几天她跟我说，她看电视剧，看着看着跟电视里的人说起话来了。你能想象这是啥感觉吗？说的跟你多理解他们似的，合着你混着大妈群体里来当心理医生来了？你图的不是我吗？别人都图财，你可好，打着感情牌骗色来了。我要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，你还跟他们混一起吗？你早躲得远远的了。你在那儿教育我，我有亲爹，不缺你这冒牌的。从明天开始就是不准去给我跳这舞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。你也别上赶子套近乎了，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告诉你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是在小区门外50米以内的地方看见你，我就敢报警，信不信？别说了，老人在的时候你说啥都是气话，等老人走了你就只剩下后悔了。我爸跟我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别再给我送酸菜了，我都吃烦了。等我奶走了以后，我爸连酸菜味都闻不了。我们家可能成了全东北唯一一家冬天不腌酸菜的。你每天在飞机上伺候乘客那么有耐心，为啥回到家了跟自己最亲的人犯浑呢？哼哼，跟我也是，以后咱俩啥关系还说不上呢。万一你成了我媳妇儿，想你今天这么数落我，你尴尬不说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我不要脸了，疯了我。放糖的，你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我这才是特异功能，你理解不了。
清理干净点啊，别一会儿进去跟我妈告状。我不会的。真不会？真不会。你这人不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？就这样还要追？有个跳广场舞的阿姨跟我说过一段话，你想知道吗？不想。世界上最温暖的事是什么？是陪伴。世界上最有效的沟通手段是什么？是交流。今天这两样我都做到了，我还知道你平时喝豆浆不愿意放糖，心满意足。妈，你先上楼吧，我跟他说两句话。啊？哦，好呀好呀，抱抱。你们年轻人要多聊聊，多聊聊。你自己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聊聊。哦，孩子姐。你也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。本来我想拿那炸油条的油泼你来着。哎呀，那谢谢你手下留情。再有下次，我毁你的容。下次？还有下次呢？永恩。叫全名。郑永恩。干嘛？能给我张你的照片吗？我想要张你的照片，我怕万一真的没下次了呢。要张我的照片？啊！你要拿着干嘛？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就当是给我一个精神补偿呗。你看你刚才当那么多人面泼我豆浆，我好歹也是个男的。实在不行就算了，反正我脑子里也记住你了，其实也不一定需要实物。行啊，不就要张照片吗？要大头的还是带胸的？大头的。哎，不，带胸的，带胸的。原地等着，我回家给你取去。好，谢谢啊。箱子给我。没事，我帮你拎上去。让你原地等着。哎，给，谢谢啊！不着急啊，慢点走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真的，他亲口跟我说的。让我在原地等他，原地。等等，你在哪儿？我给你送衣服去。送衣服干啥呀？我又不冷。你这么快就忘了？记吃不记打呢？上次他让你等他，结果把你扒个精光扔厕所，你忘了？这次你不怕他换一身啊？你赶紧抬头看看，离他家窗口远点儿。别待会儿一盆凉水泼下来还好，要是一盆开水，我看你还回不回得来。不会吧？他老这么对我有啥意思呀？再说了，我这么普通一人。也不值得他一骗再骗吧。我瞧你那点出息，人猫捉耗子逗你玩呢。不然你说，人凭什么给你照片啊？万一呢？万一他被我这一片真心打动了呢？哎呦喂，傻徒儿，什么一片真心啊？就你那死皮赖脸的，人不告你骚扰就不错了，还专程上楼给你拿照片，不科学好吗？师傅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高兴了。要是我今天真能把有恩的照片带回来，你说咋办吧你？小子，你较劲是吧？行，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啊。你要能把他的照片拿回来摆我跟前儿，我先冲照片磕一头叫声奶奶，我再冲你磕一头喊声爷爷。行，你就等着当我孙子吧。赶紧把地擦干净了，跪好了，一会儿爷爷奶奶过去看你。你衣服，给。哎呦，这么大，太客气了，这得是艺术照吧？是挺艺术的，看看。上个月体检的时候刚拍的，一个清清楚楚的我，带胸，行吗？要不要？
不要拿回去了，跪着呢。哎，我要。我要。哎呀，这是阴影吧？这就肺上这么大一块阴影，医生没说啥吗？那是胃。哦，是胃呀。这么小的胃，怪不得这么瘦呢。赶紧走。哎，那我走了。师傅，我奶奶来了。哎呦，地都蹬三遍了，快让我跪下吧。说的人呢？改天什么呀？今天还没。哎，干啥呀？我看见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哎，别动，轻点，你把你扯坏了。这啥呀？这我奶奶，算数吧。行，这是我奶奶，也是你祖宗。来，还有奶奶外套，拿好啊。来，先生里边请，自个儿拜去吧。请。哎呀，这张 X 光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成为了哥们儿的笑料，可在我心中，那不仅仅是一张 X 光片，那是友恩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，是我与他在茫茫人海中第一个明确的联系，是通往友恩的金光大道，是我的情之所系，心之所钟。在密密麻麻我喊不出名字的骨骼和血管之中，那颗小小的心脏是整个银河系我最想去的地方。晚上好，尤恩。你要我照片就是干这个啊？对，我小看你了，张光正，动手能力挺强啊。手工课代表的？哎呀，还行，我再接再厉。你喜欢啥样的？我可以再把那个能。能什么？你能？你这是一种邪教仪式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应该打电话举报你啊？别！你不喜欢，我现在把它撤下来，我现在关了。我等会儿拍给你看，你看我都已经关了。哎，你爱关不关，别发给我看，想做噩梦晚上自己做去。平常分享点日常，我当没看见就完了。给我发这什么邪乎玩意儿？你想诅咒我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单纯的想跟你分享一下。你要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你就大事小事都想跟他分享。你喜欢我什么？啊？
我长得漂亮不算啊，我还犯不上为这事儿毁容去。你喜欢我什么？你说，我改。我应该就是喜欢你这个人吧。反正我见到你我就特别高兴，就这么说吧。我遇到你之前呢，我这人啥目标都没有，我床都懒得起，我每天过一天是一天。但是遇到你之后呢，我马上就从床上爬下来了，我还下了楼，我还在楼下走了好长一段路。就反正我觉得就算我们俩没有结果，我起码也往前走了好几步了。张光正，我果然是小看你了。认识我你就会走路啦？你这不是爱情童话，你这是医学奇迹啊。张光正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对你有意思啊。是吗？我是说我要对你有意思啊，不用你追。我要对你没有意思，你怎么追也没有用。你把我妈拍过的再高兴，我也看不上你。你这人吧，性子直，脾气差，还特别瞧不上我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但是就算是这样，我还是特别喜欢你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真爱吧。你也别改了，反正你改得了你自己。可我喜欢你这事儿吧，你改不了。有恩，那要没事儿，那晚安了吧。喂，有恩，咋了？咋了，有恩？喂，哎，我想麻烦问一下，贵公司有没有什么别的岗位空缺？我这人学习能力很强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喂，你好，我叫于鹏。我上周给贵公司投过简历，但是一直。喂。喂。哎呦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嗯，我回来了。累坏了吧？真干活呢。当然是真的了。哎呦，来来来，你歇着，这个给我。哎，你一会儿溜着边走啊，这当中这块我擦干净了已经。妈呢？回天津了，想吃嘎巴菜了。北京的早餐她也吃不惯，我就没留她。我最近不是老往外跑找工作吗？我想她一个人待着也没意思。哦。哦，妈走之前让我跟你说。他特后悔那天跟你吵架，他让我代他向你道个歉。我做的也不好，我不该跟妈顶嘴。好了好了，这些话你们留着下回来的时候再说吧。你现在赶紧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咱们马上开饭啊。你做饭了？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，点的外卖。不过我点的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，快去吧，收拾收拾，咱们马上开饭了。哦。你别说，这烤鸭还就得吃他们家的。老公，咱们现在经济上不宽裕，以后这么贵的外卖，还是少点吧。哦，来，
就是看你太辛苦了，我想犒劳犒劳你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其实，你这些天生气不理我，我特别理解。之前闹矛盾，还不是被妈说的，我面子上挂不住了。当时你也没有帮我说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还有啊，我把我的游戏账号卖了。啊，我没有反对过你打游戏啊，我只是觉得你我自己想卖。我觉得以我现在的状况，还要打游戏，既费时间又费钱。算了，游戏账号卖了8000块钱，我本来想给你买个礼物的，但是那些牌子的东西我不太懂，我把钱打给你吧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什么都不要，钱你还是存起来吧，咱们最近都省着点。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咱们之前的账上有7万多，还完信用卡还剩5万，我这两个月飞的比较勤，攒了得有23000。嗯，中间我还有收入呢。只要咱们省着点，撑个大半年肯定没问题。老婆，嗯，你下个月别飞这么频繁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最近连见个面都难。你以为我想飞那么频繁？这不是家里开支大吗？你现在工作又没找着，我不得多飞几趟，做点储备啊？嗯。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机会还挺好的，我一个朋友拉着我一起创业，让我当他合伙人，我主要负责的是技术这一块儿。我在想啊，反正也没什么好的 offer， 要不然就搏一搏，也总比在家闲着强，你觉得呢？嗯。哎。嗯。你们这个行业风险挺大的，你这个朋友靠谱不靠谱啊？靠谱，他可靠谱了。他是我们公司的前辈，人家主动提出离职，就是奔着创业去的。哦，我给你看个东西啊。你看，这是他发给我的 PPT。他想做线上会议这一块儿，现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大公司，只要这个做出来，需求量大得很。这我也看不懂，嗯，你要觉得行，你就去呗。真的？当然啦。老婆，嗯，可是现在拉投资不太容易，至少得有一个雏形，风投才有可能考虑投你，所以我们只能自筹启动资金。我们打算先做一个产品框架，然后再去跟大投资商谈。我朋友说了，他出100万。我们每个合伙人只要20万就够了。20万？啊，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啊？我们不是有7-8万的储蓄吗？然后再加上你这个月的工资和奖金，就有10万块钱了。然后我们再贷上10万块钱，半年之内肯定还得清。不行不行，肯定不行！咱们平常还有开销呢，还有贷款呢。这些就只能靠老人接济一下了。我跟我妈说过了，她愿意支持我们。老婆，老婆，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够好，不够勤奋，可是我这次真的是认真的。我一定拼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好好搏一次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出去吃饭去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今天中午在食堂吃饭，肖姐跟我说她过段时间就要离职了。为什么呀？说是南边新开了一家4星级，想挖她去当客房部经理。啊，是吗？升职了。她也想带我过去，让我当楼层领班。你想去吗？当然想了，当领班多好呀，还能多挣点。好什么好？她那是4星级，咱这儿啊。可是合资5星级，咱这什么环境，他那什么环境，你别看就差1颗星啊，客源素质可差大。你说的也是，
要真去了，可没有闪光一刻了，有意思的课都上不了。你真把这玩意儿当回事儿了？有钱请老师，还不如发点洗漱用品给咱们呢。我接个电话。还是那个朋友。嗯，你先走，我一会儿就追上你。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好。小柳好点了吗？哎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本身就没事。哎，小柳啊，哎，孙姐，今儿怎么不穿你新衣服了？今儿这天儿穿不正合适吗？合适我也不要穿了。我女儿说了，那个牌子已经过时了，下次给我买新的，那种更加透气的，叫北面啊。哎呦，外国的牌子啊，名字就是奇怪。北面，是因为北面凉快吗？哎哎哎，那，来。我们今天用用这个吧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还挺好看的。写的什么呀？买啥了？多了个了，少了个呃呀。这个叫 Marshall， 我女儿飞国外刚刚给我带回来的。啊，人家专门是做户外音箱的，好吧？是吗？我们以后跳广场舞都可以用这个音箱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我们也试试吧。我看着不错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江湖是不可能永远保持平静的。在所有广场舞大妈心中，最宝贵的除了脚下这片地，就是音箱。小小的手提音箱就是他们的魂，而每天拎着音箱来去按下开关键的那个人，就是这个舞团的王者，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。而现在这权力受到了挑战。孙大姐，你看这个音箱，音质好，声音大，还轻便。我女儿讲了，这个牌子啊是音箱界的爱马仕。我们试试吧。你是不是瞎花钱嘛？咱这音箱还能凑合着用呢。那买都买了，也别糟践了。等等啊，我给你拿 U 盘。哎哎，现在这个是蓝牙的，不用 U 盘，接上手机就可以了。我呢，刚刚下载了一个音乐，现在外面最最流行的快乐跺脚操，阿拉上海的小区都在跳的。我们也来跳一跳吧，好吧？不行不行，一套操可复杂了，哪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。哎呦，孙大姐，很容易的，我教你，包你一学就会。喏，他们两个都学会了，你们过来，我教你，保准你一学就会。来来来，都站好，站好啊，站好。来，好。那我们也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来来来，都来呀，都来，都来，来呀，来呀，都过来。哎呀，右边，左手，右手，两个手，右手，左手，两个手，拉开，右边啊，这个圈。
很轻松吗？啊，还行还行还行，还不算太难，就是有点消耗体力，跳的时候不觉得，跳完以后有点头晕。锻炼嘛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我觉得比跳之前那个舞要好，又欢快，又能出点汗，过瘾。这个舞蹈嘛，就是好看。当然了，比那个养生操嘛，运动量是大一点。但是我们跳养生操，哎，是不是跳了很久了？总要换一点新鲜的东西嘛。嗯，是。张，哎，